战倒数，还有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。听起来不错。小事一桩。正常就要启动，装备大开杀戒。我要锤扁他。你是老大，听你。守护者，让暴虐魔为烈焰地狱消灭。我要锤炼他，算我一半。你还是有点用处。要把你拿去喂食救兽，一飞冲天。
别人召唤了秘法暴虐魔，在他动手前先杀了他。算我一半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我们去招募那些佣兵吧。没问题。我要把你拿去为师救救。你是老大，听你的。是一抓
这样的结果是当然的。我要锤扁他。这是光荣的胜利。你的荣耀是我赐给你的，好好想。你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逊。MVP!